然后那边有，所以你们蒙黑的，八只脚的嘞，有毒的。这四六八就有毒。这蜘蛛都是，它没有毒，就是没有毒哈，它叫做猎人蛛。对，啊，它最大可以长得像我手掌一样这么大。它不是说八只脚的有毒？没有没有，八只脚是蜘蛛啦，不是八只脚有毒。啊，这个为什么叫猎人蛛？是因为呢，它捕捉猎物那一瞬间感觉，那猎物呢，它瞄准之后，猎物之后，那开枪的时候很快，快速的感觉一样哈。 那它这个没有毒，但它有点像是我们家里那种长脚蜘蛛，不过被咬到，被咬到之后会非常非常痛。它这个栏杆上面是常客，是常客，所以麻烦大家不要太靠近这栏杆。你在这边看不到，不代表它不在背面哈，所以不要碰，不要碰。它最让长到像这样这么大哦，有时候会出现在栏杆上面。咬下去就长。蜘蛛咬到会痛。对啊。它是有毒的。对，它那个猎人。来，我们下来靠近我这边来。 前面没有不要动了，然后我们下来，小心一点哦。瀑布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瀑布的上游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啊是在蓝光从洞穴正上方。我们在正上方，那原本这个洞呢，水不是往下流的。 前流的，你看这边还有水切割过的痕迹啊。那这边两千三百万年前这个活火山哈，它爆发之后，在长江流域冲击之下，尤其这个地方冲击力最大，后来滴水穿石就变成这个洞就没有瀑布的水帘洞了。就因为有这个水帘洞的开始，才开始有蓝光湖后的，因为后潮汐。对，好，我们这样往这边走，其实蛮可惜的啦。对，就这个时候嘛。 这个白天来看真的很漂亮，这是怎么过去？但因为这边是世界遗产嘛，所以是环环全全不能下去玩水。啊，里面有鱼吗？啊，有石缝有鱼。我有虾。哈哈。嘿嘿啊，龙虾不淡水的吗？这边的龙虾不淡水的，这边的鳗鱼也是淡水的，所以有时候会有鳗鱼。哇。哦，好溜吧。好溜吧。哦，龙虾。龙虾就是鳗鱼嘛。鳗鱼。哇，你妈吃啊！ 哦，超好，好顺服。然后它这边一二三四五，五颗很整齐哈。其实不止这五颗，我们往会看一下。那边也还有一颗。这边很多。哇，我们刚刚过一座桥，我们在走鳗鱼嘛，走的下那个桥之后，其实右手边全部都是。哦，它这些树全部都不是自然的，是人工种植的。为什么被种在这边呢？因为它要做好水土保持。 这下去是个走会斜坡嘛，正下方其实就蓝光虫的洞穴了。所以如果它没有这些树做好做水土保持的话，只要大雨一来啊，这石头啊或者泥土就下去回蓝光虫的洞穴了。那这些树叫什么呢？它叫南洋杉杉树哦。对，它有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只要长得多高，根就有多深。所以呢，它只要一旦这样子长这么高的时候，它整个。 根就像网子一样，捞捞把土给网住，它就可以做好非常非常好的水土保持。南洋杉的这种树种本身原生种就是在澳洲，但不是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哈。你注意看一下这个树叶是叫细长型的，细长型的原生种的气候应该是叫寒带气候。我们这是亚热带雨林，应该是这种阔叶，对，才是。嗯、所以一看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不是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原生种，它是从墨本国家森林公园移过来的。哦，哎，就是为了要做好这个水土保持，这样子。快点。 一千多公，这靠过来一点，靠过来一点。注意看一下，差不多蚂蚁，哎，逃掉，逃掉了。哦，有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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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它这只，乌拉乌拉，这只，大奶大奶大奶，我随便看，两位登一出，它回家，两只，两只，很多，很多已经进去了，它回家睡觉了，不要吵它，这个叫做红火蚁哈，它比台湾的红火蚁还要大，非常多，对。 根据记载呢，不是记载，没那么夸张。这个其实是咬死人过的，对。如果你一次被好几只一起咬到的话，有可能是会死掉的。所以不要太靠近。就是红火蚁最厉害。看那个电影，就是把那个人绑在地上。是啊，其实很可怕。蚂蚁。结束了。手电筒送你们的。所以呢？ 上厕所的朋友，右手边这个木屋的地方，然后男左女右，可以在凉亭外面等你们。哎，要不要加药喽？
我旁边靠一下哈，那边有人要起舞了。还有谁啊？还有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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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